啊，什么？我自己是不是现在有在做音乐？对，音乐是一直都有持续在做，但是我要特别感谢正式的单位，然后可以让我来参加这样的音乐季，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就是喜欢刺青的这个艺术，然后这个文化。虽然说台湾可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么深，但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个刺青的已经是越来越盛行。那我希望就是大家不要这个觉得刺青好像就是像以前传统那种观念，然后那个刺青是不好的这样。对，可以透露一下，就是你刚说的那一首歌是怎么样创作，然后什么样的灵感？其实创作这首歌的机缘应该是我前一阵子拍那个富锦街的网剧，对，然后因为我拿到剧本的时候，其实那个剧本就会让我想到就是过去的一些过往的恋情的经验这样子，然后也刚好是因为这个剧本其实有一半原因是因为剧本，然后跟我自己过去，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把它写成了词跟曲这样。那也很谢谢这次其实那个 Under Love 的杨林，他有跟我一起谱这首歌的曲，对。然后他现在其实已经会在网络上先跟大家见面，是因为搭的这个父亲节的剧，对。然后可以就是想小小听到一些段落这样。那这个刺青有什么样的含义的部分，可以让大家介绍？没有很多啊，就是我比较喜欢吃一些就是小小的，可是就是它不会很大，但对我来说是意义是很重大。像我手头上面就是十字架跟我的姓氏，那十字架就代表我的信仰，然后跟我的家族的这个姓名，对。然后手上其实就是生日啊。但我最早的刺青，第一个刺青应该是我脖子上面的一个。大家其实都看不太出来它里面到底什么，其实它里面是写注音符号的歌啊嘎，然后是我的乳名这样，对。然后我胸前其实还有一块，要露吗？可以可以啊，很难拉，来哦，往上拉吧，往上拉不好看，我会帮你拉吗？对，就是这块刺青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因为它是这个我们国军陆军的特战伞兵，对，然后他是这个伞兵的那个伞规，那就是有跳过伞的人才会有这个荣誉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有当然有啊，对，就那时候退伍的时候就觉得蛮难得，就是可以去到这个兵种这样，然后有跳过伞，我就觉得想要把它在那个军旅生涯把它记录下来。有没有为爱而刺这个相关的刺青？没有，家人的爱没有，但是我还蛮想刺的，对啊，我还蛮想刺我爸妈的全名。可是我部位要想一下，因为怕想原本想说刺在腿，可是这样子好像也不是太好。对，带着爸带着爸妈在那边走，好像很奇怪。对对对，所以我会再想一下。那音乐的部分，接下来什么时候会出新的作品？因为一直在做。最近或是我未来的计划，其实我应该会比较先朝戏剧的方向。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赶快来找我演戏。对，然后就是我也希望就是可以借由这次的父亲节先让大家看到我的表现，然后也许请大家期待一下。自己好像有在脸书上面说看到自己的戏里面，然后有点不是很习惯看到自己的戏。对，因为以前都是看到那个就是看到 MV 或是演唱会 DVD， 然后我觉得做一个歌手跟演员的差别就是自己心态上的调整是不太一样，而且看演戏是又要讲台词又要有肢体，但是我觉得做音乐本来就是我很熟悉的地方，所以看到自己演戏的时候会觉得怪，对，但希望大家会满意我的表现。所以有提到说戏剧里面有带入以往的感情故事都在里面，像是什么样的感情故事让你融入你的戏剧里面，然后表演得很好？我觉得演戏其实就是在挖自己内心深处的回忆吧，或是一些往事的投射。对，那这次演的这个角色，其实邵雨薇在戏里面，她就是一个，她其实很爱她女朋友，然后只是她因为一些压力，她选择了逃避，然后她去吸毒。对，然后我觉得我因为吸毒我真的没有这样的经验，那对女朋友就是有一些争执什么的啊，我觉得以前过往一定会有这个
这个时候是跟你没有争执，那我就觉得在戏剧的时候会把它再刻意放大，跟现场导演一起讨论，他觉得怎么样比较适合你。什么样的争执最严重的就是像怎么样，让你在情绪里面特别没有。你说以前吗？对啊。什么样的争执？我还好，因为我最。没有，但我觉得我真的生气起来是蛮冷静，就是比较不会多讲两句，就是可能不讲话就走。对，所以其实蛮在这戏里面蛮极端，但是我觉得凶大家都会凶，只是凶的有没有层次，就是蛮难处理。而且其实我觉得演戏对看戏的人来，看戏的人很主观，就是其实我也蛮担心我之后的这个表现。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机会，可以让我继续的往前进。还有想要挑战什么样的戏吗？除了现在的角色以外，我蛮想演一些什么杀手类。杀手类。对，可以去开枪啊，打打杀杀之类的，或是更挑战就是看能不能演一些同性恋吧。同性恋是什么？或是不能说同性恋，就是跟男生有一个。这个暧昧或是那种不明的那种亲密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大家对我的印象都觉得我就是女生很多，然后爱女生，但我觉得去处理这个戏应该是蛮不错的。想要转男性同事的意思？不是转了，没有通知的意思啊，我只想演这个部分而已嘛，你不要曲解我意思。所以跟男生亲，你亲得下去，长期拍得下去。哦，那就要看对手是谁。那你想要谁？有理想型吗？谁哦？对，谁你可以亲下去，然后或是来。可以给我一些名单吗？张孝全、丁成武、梁朝伟、梁佑宁。我觉得我应该是要亲比较，因为我长得美，应该是要比较秀气一点。对，黄立宏。立宏哥，不好意思。哎，立宏哥其实可以，秀气啊，而且他很壮。你 OK 吗？我 OK， 但我知道他应该不太 OK。OK， 好，谢谢。谢谢。